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和爱阳光呢，不老团队每个都精心打扮哦。啊，和爱阳光就是在我们的台南机场的对面，应该这个是我们的亚航社区哦。今天的元素应该是跟我们的台南机场、我们的亚洲航空的一些元素把它融入进来，所以请看到我们每个穿着军服，还有我们的军帽，应该还有我们的地勤人员的维修服。我们的音乐 OK 吗？那我们趁机广告一下，在我们的和爱社区呢，也就是我们台南成功仁德区成功里那边有新的一个我们的眷村，是我们叫做二峰眷村哦，这个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哦新兴的一个场地哦。那我们掌声再欢迎我们的和爱阳光不老团队。